说到周杰伦 ins 去关王力宏，2009年的时候，王力宏说罗志祥专辑销量有水分，质疑罗志祥买榜，说要开发布会讨说法，于是就叫了周杰伦一起去记者会抵制买榜。结果周杰伦一个人去抵制，王力宏因急性肠胃炎没有去，放了周杰伦鸽子。